花莲县五洲公益协会捐赠九箱婴幼儿尿布，还有一批婴儿牙刷给爱花莲食物银行。市长魏家前特别向理事长何金兰表达感谢。市长也表示，如果有遇到急难困境朋友，可以直接和施工所联络，或者是到中华路食物银行来领取生活物资。为了响应花莲市爱花莲食物银行，五洲公益协会理事长何金兰日前结合了志工爱心，捐赠九箱婴幼儿尿布，还有一批零到八个月适用的儿童牙刷，希望可以补足食物银行中较为缺乏的物资，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我们看到花莲市长我们好像说对百姓里面都非常的照顾，所以呢，我们做小市民的哈，好像说尽一点心意的哈，好像说协助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五洲公益协会哈，我们理事长也希望说，帮助真的在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先问过，不会一次就乱捐这样子。然后这一次他说孩童的尿布特别的缺，所以我们大概捐了九大箱，然后有 M 号跟 L 号，然后大概是1800片左右。给我们孩童可以符合需求这样子。市长魏家贤协同了社劳科科长萧子威，向五洲公益协会表达了感谢之意。我们五洲公益协会的伙伴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食物银行有一些物资上短缺的问题，那马上来补足我们短缺的部分。那在此真的要代表花莲市民，谢谢所有愿意来支持还有帮助弱势朋友的每一个善心大德。那在此要谢谢五洲公益协会，希望每一个朋友们都能够在幸福的环境里面继续生活下去，有需要协助的部分，我们也能够及时伸出援手。市长表示，如果有遭遇急难困境民众，可以直接联络社劳科，或者是到中华路的食物银行领取生活物资，社工所会全力来协助战渡难关。记者徐丽群，花莲市报道。